会有一点微微透肤的。那我们的一号链接的话，它是那个棉感的一个腰口啊，棉感的一个腰口，对。但是这两个都是我们家清新系列，整个薄透程度都是差不多的，但是腰口的位置会不一样，好不好？腰口的位置不一样。如果说你想要那种就是对腹部有点包裹感的话，你可以选一号链接的一个棉感的。如果说你想要那种透气的，想要那种若隐若现的一个感觉，想要露腰丝的宝宝，你就可以选择七号链接啊，就可以去选择七号链接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一号链接和七号链接的一个区别。那整个薄透程度的话，它们都是薄款的一个纱，薄款的啊，薄款的，对，终于换高跟鞋，我年前就换了，宝，我年前就换了。好吧，是你太久没来了啊，是你太久没来了。巧克力色，巧克力色单没货了，看是可以看的。哪个药能提到肚脐眼上方？这个是巧克力色，宝宝，这个是巧克力色，但巧克力色没货了。如果说你们要等巧克力色，你肯定要等了。对，现在工厂正在赶工，在赶工给大家做。赶工给大家做，巧克力色已经卖断货了。我年前的时候我就跟大家说过了啊，跟大家说过，我说你们巧克力色一定要去拍，一定要去拍，对吧？年前就没货了，基本上，对，年前就没货了。然后过年工厂也是放假的啊，所以现在正在给大家赶工巧克力色。然后这个的话是灰色啊，这个是网纱的灰丝，网纱灰丝可以看一下。网纱灰丝啊，这个是在七号链接的啊，这个是七号链接。啥时候补齐颜色？还要过几天，对，差不多还要一周左右的时间吧，因为现在缺货真的太多了。你看我们基本上很多款都是没有颜色没有货了。对，这个灰色的话也是刚刚给大家补出来的颜色，灰色本来也没有了，灰色本来也没有了，灰色我给大家上一下，灰色是不是也没有了？对，灰色也没有了啊。目前的话，像我们的巧克力色，就是这个网纱腰丝的话，目前是只有一个肤色和黑色，灰色的话，基本上这两天能给大家补到货了啊。灰色基本上能给大家补到货了，但是巧克力色咱们还得等。我穿的是肤色啊，我们家的话没有优惠，宝宝你知道的，我们家是不上活动的啊。容易勾丝吗？丝袜都是不防勾的，好吗？丝袜都是不防勾的。对，这个是七号链接。目前我跟你说黑色肤色，我跟你说我们家宝宝都是像买这个网纱丝的，他们都是十双十双买的啊，就是这种肤色，这种肤色在春天穿真的很合适。如果说你在春天有点花粉过敏的啊，对不对啊？敏感肌的宝宝，其实你外出的话应该穿薄薄的一层丝袜，它可以遮挡一下外面的灰尘啊什么的啊，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可以去买肤色。现在没有颜色的情况下，现在只有黑色和肤色，我建议大家先买肤色啊，先买肤色，因为肤色也不多了啊，肤色也不多了。我一般喜欢穿哪一款？我一般的话穿哑光丝会比较多啊，哑光丝会比较多。对，好吧，建议你们七号链接可以先入肤色，先入肤色。但是我看很多宝宝就是喜欢那种小性感的啊，你就可以去入黑色，好不好？咱们可以先冲肤色，先冲肤色啊，因为肤色真的好看，肤色百搭，肤色穿上去就是妥妥的那种裸肤感，隐形丝袜的一个感觉，所以咱们可以先入肤色啊，先入肤色。你听我的，你就去买拍肤色，肤色是不会出错不会踩雷的啊，基本上咱们每个宝宝穿肤色大家都是可以的啊，肤色它是不挑人，好不好？肤色它是不挑人，咱们谁都可以穿啊，谁都可以穿。黑色的话，我跟你说，黑色那还是要看人的啊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穿出黑丝的一个效果的啊。但是肤色的话，是每个宝宝都是可以去穿，它不挑人啊，不挑人。你们可以
如果说你们没有穿过这种网纱丝的啊，我穿的在二号，宝宝，我穿的是我们家的二号链接流光系列啊，二号链接流光系列，嗯，你们如果说没有穿过这种网纱腰丝的宝宝，我建议咱们可以先去拍我们家的肤色，先拍一双肤色，你先去穿一下，你穿了你觉得好穿，等我们这个货补齐了，颜色补齐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去拍四个颜色都可以入啊，四个颜色都可以入的。对，我穿的是二号链接啊，我穿的是二号链接，嗯，我穿的是我们家二号链接，然后我手上的这个是哑光丝啊，我手上这个在七号链接这一款的话，给大家主打是那个隐形的啊，主打隐形丝袜的，好不好？对，七号链接网纱腰丝，咱们现在啊能拍的宝宝就去拍，你不要等，不要等，就是好东西你不要等，你等到后面你可能。就是你想要的颜色就越少啊，就越少。现在的话有颜色，咱们都是什么东西？我穿的在二号链接啊，对，我穿的在二号链接啊，我穿的是我们家二号的一个流光系列，我穿的是流光啊，我穿的是极光袜，我穿的是极光袜啊，我穿的是极光，我穿的这个它是有那种亮亮的一个感觉的啊，它是有点那种反光的，就是你在有光的一个情况下它是会有反光的，然后我手上的这个是我们家七号链接啊，我手上的这个的话是我们家七号链接，它是那个网纱腰丝的啊，网纱腰丝的，可以去看一下啊，可以去看一下，好吧，咱们第一次来直播，二号链接 AO 码可以穿到1米8的身高啊，一米八的身高，差点说成180斤了。嗯，看看黑色哪一款黑色，哪一款黑色？对，二号链接。AO 码的话180以内的一个身高体重140斤以内宝宝你都可以去穿的啊，都可以去穿的。九号是什么我都快忘了，九号链接是什么，九号的话是我们家那个青龙系列，九号是我们家青，我手里的黑色，那我先给这个宝宝讲解一下我们家我手里的一个黑色啊，我手里黑色七号链接正在讲解中呢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这个是黑丝啊，这个是黑丝，新年好，新年好。身高1米8，体重155，穿不了，宝宝穿不了啊，这位小猪猪穿不了。这个是黑丝啊，这是七号链接网纱的一个黑丝啊，网纱的一个黑丝。哎呦，这个啥没有啊？你去看，你如果说你关注一个卖包的，那你到处看到都是卖包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关注卖丝袜的，那肯定就是你身边都是卖丝袜的呀啊。没有能穿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能穿的。然后这个是黑色网纱腰丝的黑色，这个是袜身的一个薄透程度，然后这个是腰口的一个网纱腰口啊，网纱的一个腰口。对，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七号链接了啊，这是我们家七号链接。